他上来挑衅我，所以我就先挑衅他，我说：“欸，我今天羽球打这么烂，你要输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对呀。”然后我就回他，他就回我。大家说你们，欸，我们三个要 PK 一下游泳啊，那个你们两个是飞鱼高校的是吧？你要确定在飞鱼里面游蛙式？对，一定要分享一下。郭哥平常啊，就是一个很会冷笑的人。他虽然那个今天最后讲的那段话有在帅，但他平常也是会只讲一些干话，嗯。然后那时候羽球一比完，郭哥就靠在我旁边，靠超近。然后我就看他说干嘛，他就来挑衅我，所以我就先挑衅他。我说：“欸，我今天羽球打这么烂，你要输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对呀。”然后我就回他。他在回我，喂，他那种小吵架，他都没有要输的，吓死！但是我被他骂，我被他骂，超爽，就是我好意外，超好笑，一个这么真实的人。其实啊，不管是什么组别啊，反正我自己是第一个项目听到是跨栏，我以为我走错棚，我差点直接退出。欸，我以为前姐叫错人，欸，什么？你是说他在排点的时候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想咦，蔡淳，啊，欸，我第一周我真的扛不住，你看我才练四天，跨栏练两三次，然后我直接上场跟全中运金牌跑，哇！我想他的对手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短的训练的对手。刚刚有人问说，淳淳加入蓝队，我的心情。那是蠢蠢欲动，欸，那是一种蠢蠢欲动啊！那简直是太奇妙了。欸，我跟善淳认识超久，欸，然后很常住在一起，然后可以去我 IG 往下滑，会发现很多以前发蠢蠢的文章。没想到竟然同一队啊！大家说你们，欸，我们三个要 PK 一下游泳啊！那个你们两个是飞鱼高校的是吧？你要确定我在飞鱼里面游蛙式？我在飞鱼里面，我那个角色还游到抽筋呢。可想而知，我可能游泳这个项目不太厉害。安左，就像跳沙坑一样，往前跳一个人，下面不是水，是沙。杜小蜜，我人还在这里，你居然帮其他男人加油！哎，在把妹还在比赛？要在比赛赢，要发你们的妹，